大家好，我是奋斗在减肥路上仍未成功的胖仙女朱莉。今天我要带身材比我好、颜值比我高、谈吐比我优雅的我老妈王姐来做瑜伽减肥。哦，好深啊！哇，比我打乒乓都累。大家下午好，老公，我走了哟。好呀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跟我笑一笑，哈哈哈哈。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跟我笑一笑，哈哈哈哈。这段时间呢，我要和我自己，也要和你们道个歉，因为我最近在减肥这件事情上面有所怠慢。我一个星期只能做到去一次健身房，而我老公现在都一个星期至少去三次。我知道我不能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，但真的有时候好忙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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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目标没有完成之前不能放弃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今天我就要带着我妈妈一起去减肥。我之前也带我妈妈拍过视频，看到你们很多人在问为什么你妈妈的身材这么好。哎呦呦，而且我居然也开始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，因为我爸爸长得很帅，然后我妈妈又这么漂亮，怎么他们会把我生成这个样子呢？那我们今天正好一边减肥做运动的时候呢，我就让他回答一下啊。阿桑哈，别上分了，给拍子呗。你说有我漂亮啊？漂亮啊？漂亮啊？侬还漂亮。哎，妈妈。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底，压心底不。我们今天是去减肥的哦，你怎么搞的呢？又上去走秀了啊？下雨了，那我们打个车过去吧。王女士你好啊，好久不见啊。你好你好。哎呦哎呦，老官方的了，这很客套的话。你是不是已经忘了生过我这个女儿啊？我怎么会忘啊？哎呦，你怎么会忘？我这个我要和大家说啊，不是我平时不联系我妈妈，是她根本没时间睬我。哎呀，因为你目前没有小孩，我没事嘛就偶尔和小姐妹她们一起出去旅游啊，玩一下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妈妈这个不叫偶尔，你这个是每周都要去旅游。给大家看一下照片，而且最厉害的是我妈妈她比我还放得开，她还会玩美人鱼，给你们看一下视频。看到吗？我爸爸都吓得在下面叫她奶奶了。你都几岁了，还比我们玩的还嗨啊？只要自己开心，对吧？这样放松，无拘无束的，蛮好的。不过我做女儿的呢，其实是很支持你去旅游的，因为我想到我以前呢，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也不听话，让你也操劳了很多。哎呀，侬还好意思讲哦？老师动不动叫我到学校去，哎呀，我太得瑟了，面子都没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是拍温馨的视频，不是在这里拆台好吗？但是现在是。长大了，长大了啊！今天就要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是你亲生的吧？那肯定的喽，怎么会不是我生的？我的基因你也遗传了，好吧？什么基因啊？虽然是外形没有遗传，对吧？但是你的那个智商啊，这种还是有点遗传的。所以我爸爸也是我爸爸啊、哦。对。哦，都是原配，原配啊，原配原装的，原配原装的。哎呦，笑死了。妈妈，这是你第一次做瑜伽吗？对，我平时打乒乓的。Hello， 你们好。你进来的时候，我是听到声音，我没有看到你的那个，所以说你是通过声音认识我的。对对对啊，我其实是女高音专家。哎呦，妈妈，你真的好精致啊！吃的胖哎，我一直在外面旅游，巴厘岛。西安还有韩国，没空锻炼。你这个叫
能说妈妈的要求比较高。不是你这样子怎么看得上去像一个五十几岁阿姨的身材？奔六了，还有四年，18岁的少女，好吧，你这个是。好了，我已经换好妆了，看一下我美丽的妈妈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大家看一下，我跟我妈鲜明的对比，腿。哎呦，你屁股也比我翘。我给大家也介绍一下我老师，我之前在他这边上过一节课，然后我觉得哇，这个老师真的人特别的温柔，所以今天就想让他来带一下我跟我妈妈，希望我不会让你失望。那我们开始吧，妈妈啊。上去提，对，保持你的腹部收进去，然后骨盆再往后转一点点，对，四，胸部往上，啊，四，肚子收回去哦，还记得吗？对的，再往上就走。哎，妈妈，你怎么保持你这样的身材啊？吃过晚饭，散散步啊，有时候有空去打一小时乒乓啊，然后就是旅游心态好，每天吃点蔬菜，吃点水果。我那个外头现在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我妈，我要讲侬是我姐姐，侬晓得吧？大家说我妈妈亮不亮，正不正？我妈妈还一直去走秀，跟小姐妹穿旗袍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妈这个身材无敌了，真的。开始的眼睛闭起来，就享受的感觉。这是我们母女一刻，要记录一下。小心点，稳住，不要掉。这不行。对，小心。这个真不行。谢谢老师啊，今天跟美女拍一张啊，跟美女老师拍张照。好，来3、2、1，哎呦美啊，没勾啊，没有没有，拍好要勾的，哦、美颜的。我的妈哎，什么叫勾啦？美颜拍好当中要勾一下，有个回勾。哦，那我一直都很真实。哎，妈妈，我还有粉丝朋友问我，因为他们觉得你这个人心态很好的嘛，那你平时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？就是有些事情你看开一点，不计较，跟小姐妹们旅游旅游啊，泡泡温泉啊，这个是很放松的啊，然后这样就让你心态好。你不一直说自己阿 Q 精神吗？对，也就阿 Q 精神。我觉得我心态以前没你好，但我现在好像好多了。我觉得是拍视频让我就是更加的心态好，因为我以前没人听我说，我一直跟我老公讲嘛，他又嫌我烦。跟你们讲嘛，有时候你们也听不懂我心里的想法。那我可以拍视频啊，可以对着相机讲话，然后对着我那些朋友们讲话，我觉得很开心的。所以很谢谢你们听我一直唠唠叨叨。然后你看我妈妈现在都发现我的心态因为录视频而变得好了。那我们先换个衣服。57.8，妈妈你要比我轻整整20斤哦。你胖了，明明这么瘦，哎，我胖了。作为胖子，我们最讨厌听到瘦子说这种话。哼，好，走了，老师再见啊，拜拜。妈妈怎么样？今天第一次练瑜伽，感受如何？出了汗，人轻松了，很爽是吧？我也很开心，今天能带我妈妈一起来做运动，有一个母女时间。我妈这么忙，也不管我。你这么大也要我管、啊、我不要你管，我很独立的、说明我对你很放心，关键是我女婿让我更加放心。哎呦，阿姐侬哪能啥么子随后我绕到阿福的啦，带着你我也放心哦。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减肥方法，也比较适合我跟我妈妈一起做的，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个言，对对对，我们就下一次也去拍个视频给你们看看好不好？对，谢谢你们支持我啊，如果你们喜欢我，拜拜，记得关注我一下。妈妈我叫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不是说一直关注
住我的嘛。我叫什么？胖仙女。什么东西？是叫胖仙女朱莉。好，重新说一遍。胖仙女朱莉。哎呀，好的，拜拜各位，再见。妈妈记得帮我点个赞转发一下，拜拜拜拜。